我们现在在逛大卖场，刚刚选了彤彤的内裤跟袜子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的内裤袜子很特别，是一套的哦。这个是美国超级英雄跟袜子跟内裤，只是他雷神索尔。对，袜子上面有雷神索尔，内裤没有，只差别在这个，但感觉是一系列的。然后跟三罐胶水，目前的战况是这样子，221。对，目前221元。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:36。今天爱买这个大卖场这边有买2000打9折的活动，所以我们今天又要来努力的买2000元了。然后现在是221，还差多少？还差1800多。哦，现在是221，还差1700多。我们努力的来逛。不过今天人比较多啊，洗衣精可以买了，妈妈。昨天晚上我全部都补充进去了。理发精我不知道，润发露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那是你在补充的、啊。221，这样就221了。内裤就139啊，袜子多少？袜子55，袜子55。已经比较贵了。好，我还要买实验的那个贴布。先看生活必需品，实验那个如果没有买到，我在虾皮上面买也可以。找看啊！哎，这谁送手机有这么聪明哦？我刚刚往下就是待机，就是变待机模式，我一抬手它就自己自动亮起来了。我不确定，等一下我就是自然的拿着，等一下拿起来看它会不会就亮起来。那个娜娜老师说她的小米手环也会这样。哦，手环我知道会，手机我不知道会这样子。妈妈的手环也是可以设定成这样子啊。可是这样好像会比较耗电。来吧。那你先洗衣精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你先看一下你那个实验的那个、啊。哦，实验最后，那边它很便宜，我说最后如果快凑不到2000的时候再来看哦。洗衣精也是要找啊。洗衣精是比较贵的嘛，洗衣精要100多、200多嘛。不用啊。洗衣精不用。嗯。好，你看，现在萤幕黑掉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拿起来，真的耶，它就自己亮了耶。那就自己亮了，还是它感应到我的那个脸部的辨识？可是我戴口罩，它还感应得到吗？有这么厉害吗？戴口罩，当然可以啊。今天晚上刚好要开火，来帮忙。是我在这里看，在后面看。到后面看好了。好。到米的专区看啊。感觉对这里很不熟悉。对。它这边有换过。他的那个架子上面的东西有换过位置啊，因为我刚刚在前面要找许愿就找不到，他现在就换了。刚刚那个架子都很大包。对啊，中元节快到了，都很大包。刚刚大包一点。对，都放到了。我也没看过那么大包的巧克力啊。你看，我也没看过那么大的巧克力。真的。之前洗衣精都会摆在走道上面，它现在都没有，就是零食摆在走道上。因为中元节快到的关系，主打的都是零食。洗衣精到了。我再做个实验哈，现在是有侦测到脸部，没有。它这是没有。没有，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样？其实我是，那你隔了太久了，隔太久了就不行了吗？现在221，它也有活动，第二件5折。我们可以搬回去几包？就两包，2到4包。这价钱要怎么算？两件59.3，他只写平均一包59.3，哦，所以119，那我就加喽。我要，我要加。加。九。我按错了。按错了，等一下，倒退，有一个叉叉倒退的按钮。不是橙，不是橙。他对他讲是叉叉没错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叉叉。啊，我按到什么了？等一下，我单手不好用。我
来了，这个有个往后的箭头的，这个往左边的箭头，叉叉是这个。啊。加什么？没有，加119，你现在已经按了一了。只要再119就好了。一。啊，按等于。等于。340。340了。好，下一区。你的话从后面绕。爸爸，我刚快要价钱有点错了。有错吗？没有错啊。因为刚刚222啊。221啦。刚222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没关系啦，只要有最后有超过2000就好了。重点是最后有超过2000啦，如果只是误差一块的话，我们买超过很容易就超过，误差在那个个位数都很容易超过啦。柔软筋，这边是柔软筋，还有一包，柔软筋还有一包吗？再还一包，没拆的。对，可是我不太想到拿，因为我怕太重，因为还有米。恐龙，你后退的时候小心，后面有人。他没有在管，你要注意看啊！哎，他直接在这里了。出清专区。对啊。你还想买那个吗？就是895。要895要。这样很重。就分两次回去吧。哎，这个声音是下大雨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它风风。我去看一下有没有下大雨。外面在下雨，可是这个声音不确定是雨的声音还是那个通风口的声音。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出门之前下很大，然后来的时候路上慢慢变小。听说有台风，而且是最强台风，最强的，不会直扑，它不会直扑，但是会扫到边缘外围。你要买那个面吗？就是王子面。好啊，王子面没了吗？对啊。好。王子面在这，32块有特价哎。要拿卤味的吗？好啊，还是要拿那个调味包，你平常可以当点心吃，你不是喜欢吃？没关系啊，拿这个就好了吗？好，可以，我去拿那边的。王子面，32，来，彤彤拿过去。32加两个都是32啊，这个也是32啊。64，来，我来加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加64吧。小心哦。加64。加64。你按到加好多钱了，好可怕。你还是我刚不小心按到的，有可能。对。64等于404了。继续努力。你刚刚说我不小心按到，我先。在发头，但你撞来撞去按了很多。那我用完我就先关掉好了。用完先关掉。还不太，还跟这只手机还不太熟，很容易发生意外。你要原谅我啊，我跟这只手机才相处一个多礼，有没有两个礼拜？从你开始上夏令营，足球夏令营结束的时候开始用的吗？要喝什么口味的？你是要买这种的，还是你要买零食？这个都是你会帮包包里喝的、啊，所以看你要喝什么口味啊。又来了。你忘记拿出来了。乐高的零件。你要换口味吗？我们上次喝那个香蕉牛奶还蛮好喝的，意外发现的。看你啦，看你要不要尝试新口味啦。因为是大部分都你在喝的，你要不要先过去？你先后退，彤彤先后退，先过去。要找方法处理啊，不要被弄卡住了，然后就不动啊，这样好。嗯。好，彤彤先后退，先后退，让妈妈的车子先过，你再过，或是你要先过也可以。知道去哪就让他先过，这样子会不会卡？对啊，你走第一个，你又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你应该要走在妈妈的后面哎。这里好看你要吃喝什么口味？
选择太多同分会，不知道喝。真的。还有椰子口味的吗？不是，那是青苹果的。青苹果听起来是一个蛮诡异的。有没有再另外一口？万丹也有出味。他买什么老虎牙子啊？他这边没有香蕉的，我们上次是卖完了吧？是卖完了。哦。可是太好喝了，被买。那就买一箱的、啊。直接买一箱吗？就是、好啊。什么口味的？我来扛，我扛上去。我喝那个好了，必须高价的。哪一个？蓝色的吗？啊、先加，我再扛，等一下。我先加。加几块？219。等一下哦。219加219等于263。好，我来扛，等一下，623，这样说，越买越便宜，对不对？我要找个位置了。你先往后退一下，然后我直接把它扛上去。我放在下层好了。好、嗯。买的就好，你刚上去这边。这个、啊，看一下日期。2021年3月17日可以了。一定喝得完，什么热的吗？哦，再扣十块吗？扣20块啊！2020，这快过期了，不过一定喝得完吧？2020年12月，12月，对啊，一定喝得完吧？这都是12月，12月29喝得完吗？就到你到生之前喝得完吧？这就蛮足热的。你生之前要。啊生之前要喝完。对，生之前要喝完。妈妈生宝宝。来，彤彤扣20块，妈妈都换福乐了。福乐便宜。20块。扣二十。我知道减。用减的，减20。20，好，等于603。好，现在603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要买酒吗？我，你又不能陪我喝。什么公关乌龙？哦，你说刚刚买错，不是买错，换东西是乌龙，是不是？这种不算乌龙啦，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事情。对啊。你要喝饮料吗？哇，好多苹果汽水。这个先不要了，妈妈，因为我们今天买比较多重的东西，这种之后平常来逛的时候买就好。对，苹果苏打。而且最近会常常买，今天买三组。对啊，可是今天我们优先买这种的，那种汽水那种就是不是必须的，我们之后平常来逛的时候再买就好。今天好啊，咖喱多少？还是我们吃咖喱饭团？咖喱饭团哦，这么酷。现在煮可能要很久一点。加多少？89。加八九等于692了。这边有啊，哦，这边有佛蒙特的。还有甜味、中辣跟辣味的，彤彤就吃甜味的。罐头那些没有特别想，但是还好耶。奇异果又来了，牛奶最后再拿哦，冰的东西。这葡萄试吃的。香蕉21，你要去看一下吗？我们还有一根，要补吗？香蕉要补充吗？那个洋葱。好。罐头，你越咬越香哎。那是可以连皮吃的、啊。我这一个绿色的。我们就是要什么？就是要什么？马铃薯。就是要鸡肉。
鸡腿肉。马铃薯。鸡腿肉。马铃薯。我看这个马铃薯好可爱的形状，三角饭团型的。真的。55元，我先加，反正你一定会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定会。我们去加55。来，给你加55。加五等于747。我们就买那么贵了？没有啊，差很远的，连一半都还不到哎。我们要2000的，现在连一半都不到。2000的一半是多少？1000呢？对啊，要1000，我们现在连一半都不到。我以为我们要抽1000。不是，是抽2000，要超，而且要超过，不能刚好，要超过。刚好很危险，因为刚好，比如像我们刚刚不是有误差，有1块2块的那种。加32吗？再加32吗？对，要买那个洋葱跟马铃薯。等于779。看一下呢，后面地瓜叶。买东西的速度很快。买东西速度很快吗？然后卖东西速度很快，可以吗？要有一点点红萝卜才漂亮啊！虽然我不会料理，但是我美术系的，我知道配色。这红萝卜是好看的。他没有卖干的种，因为你们两个没有那么爱红萝卜。没有那么爱，反正彤彤愿意吃就很好了。对，我记得小时候彤彤好爱红萝卜。拿一袋加33。好，拿一袋吧。812了，812，快一半了。812。对，812了，快一半了。算了，不要问我。不要问我，厨师决定，今天厨师，我可以当小。两个都是厨师。我可以当小帮手，对，你可以使唤我，没有关系，尽情的使唤我。那我可以吗？因为我也是师的。可以，可以，我就是助手。助手。助手。不要讲助手，助手会有点不好听。什么东西？你讲助手。助手不好听的，助手就是帮助的助啦，不是叫你不要做的那个助手，帮助你的小帮手的意思。学徒，或是在旁边，在旁边帮忙。蜡烛好亮，然后我叫你拿过来的意思。对，你就可以叫我说拿什么拿什么，然后要帮忙负责做什么，你要指挥助手的意思。你要拿一条吗？那我们先加胡瓜39元。我要加39。好。平常都是你被指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厨师，你就可以指挥别人。851。851。这是什么葱？葱多少？三星葱69块，一般葱52块。那大家买三星的话，就差十几块。漂亮吗？三星比较好吃，真的很漂亮。对啊，69啊。我得加69。好，彤彤要加喽。加。而且你要想还打9折，920了，920。想打九折没那么简单。对，要抽2000啊。我们至少会逛个1个小时。好啊，好久没吃了。要加吗？你可以考虑，没关系。考虑一下。嗯。买菜的人心里会想很多，对，因为他要想要怎么做，对不对？然后或是要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案。那这个好的。要吗？那个75，这个79。要加多少？还有2边啊。嗯。一个剥好皮，一个没剥好皮，差不多。而且还要想怎么样比较划算，买菜的人心里瞬间是很多想法的。我们还没有到说买东西可以不看价钱这种地步，对，我们还是要看一下，比一下价啦。那个财富自由的话，就买东西都不用看价钱。都定型的嘛。对啊，买东西要看价钱，当然要看啊，要挑。品质好又便宜的，79，彤彤来吧，妈妈选好了。69，79嘛，都加了。69的加了，79的还没。加79，等于999哎，刚好999哎。那我们999哎。对啊。好啊。妈妈，你看999。999，对。妈妈，给妈妈看。妈妈，你看999。真的，后面的你。好。我先拍到这边，因为我们还要不晓得，可能还要再逛一下。我刚好是差不多999，就一半，对不对？哦，再加69。
那这个才69，刚好破一半。那剩下的就是我们看快要可能最后拍那个买了多少钱，或是分两段，要结账前选好再跟大家分享。1068，好兆头1068，1068。就之后我们可能，因为我们可能还会再慢慢逛，所以等一下。买到1000多，结果买到变100多。本来要买到1000多，结果你买到变100多。因为我已经拍了20几分钟，我觉得有点太长了，我们就先这样子。快要没电。对，我怕，而且我怕没电，而且我怕没电。我们上次吃刨冰，怕它没电。它还剩下几趴的电？64%，很危险，也快电也快剩一半而已啦。嗯，所以我先拍到这边，等一下最后。对啊，等一下最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到底买什么，快要付钱之前再跟大家分享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